啊，接下来让文娟来，这个桌子再给我们来展现一下，好不好？行，好嘞，好，好嘞，来，有请文娟。好。现在英俊哥再看他顶这个桌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，会更理解。哇，刚才那个动作叫平转。啊，那现在这个呢？哎，你走一下。啊，这个叫大跑。哇。这个叫荷叶范儿。哦，荷叶范儿。对对。这个就很难了吧？这怎么？对，这个难，这个难。感谢文娟啊，这么精彩的展示。而且刚刚大家其实也看，你看我们两位女主持人站的，虽然说并不是特别近，就怕砸着一样啊。对。让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在亲身体验。你看刚刚我亲身躺在这儿了之后，现在在我周围转，我一点都不慌张。这样吧，我们再给你个机会。因为刚才吓傻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最不慌张的人，是我们这位男士，已经习惯了，也相信自己的老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相信他。但是好像我们以前看啊，这个登记啊，好像没有这个保护的这个人，因为他之前受过几次伤，我当时就在下面看演出，就在下面看演出。对，失误的时候很快，就是在0.几秒那一下，棚就掉下来了，掉下来了，砸脸上了。对，砸脸上。你当时在台下，你什么心情？有没有赶紧冲上台去？有啊，有那个，但是也是为了演出效果嘛，必须就是在舞台上那个把所有的演出，他还得自己原唱，他还要自己坚持继续把它演完。对对对。我想问一下文娟，因为刚才文娟在那顶的时候，他让我摸他这个地方，就是很硬的茧子。现在在你身上，就包括你说脸也被砸到过，膝盖就是比较集中的受伤的地方，或者是关节磨损的地方是哪里？最多的就是腿梁嘛，这个位置。